李亚鹏自从与王菲在2013年离婚后，感情一向很低调。前不久慈善基金在内地举行晚宴，再见也是朋友的王菲和李亚鹏每年一度合力为基金出力，王菲跟首任老公窦唯所生的长女窦靖童也有现身，一家四口难得同场。近日李亚鹏新恋情一曝光，只见他牵手新欢在北京东三环鹏日大厦参加朋友聚会被拍，女方面容清秀，长发飘飘，靠在李亚鹏肩膀十分娇羞，两人离开饭局更十指紧扣。李亚鹏不介意在节目中暴露真性情，甚至是撕掉公众固有的一些不甚光彩的标签，正是李亚鹏心之所求。不管此前种种，李亚鹏呈现出的无疑是不畏将来不念过去的姿态，他选择审视过去，梳理自己的人生，他也展望未来。